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百多年前，宣教士因着爱，把福音带嚟中国。影音使团收集咗近200年嚟嘅宣教文物，一啲极具价值嘅古董文物，反映一代又一代传教士传扬福音嘅智慧同埋热情。宣教士到中国，用不同嘅方法传讲福音，用大字报讲解救恩。帮助作娼妓的女性透过制作计量娃娃改写生命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古董公仔。66卷手写圣经带出中国人的文化产物丝绸圣经，全球首部中文圣经《神天圣书》，你睇过吗？献俾慈禧太后嘅特别圣经，你真系要嚟睇下。康熙皇帝手写十家族，你估康熙有冇信耶稣呢？当我们细察这些基督教文物时，更深体会基督的足印从不离开我们的国家城市。无论是作娼妓的妇女，或是贵为天子的皇室成员，他们一样亲上天国的福音。我们深信透过历史源远流长的印证，加上科技的无穷探索，正为我们的城市注入一股基督领前路的崭新动力和期望，使我们的城市能够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证基督爱中国人的真实。